第十七题，十七到十九是题组，如右图，把同一物体可发光摆在透镜前的四个位置，甲、乙、丙、丁，请回答十七题至十九题下列问题。十七题是问可成虚像的是哪些位置？这个透镜是个凸透镜，那我们晓得凸透镜呢，在两倍焦距外成的是一个缩小倒立实像，在焦点跟两倍焦距间成为是一个放大的倒立实像，而在焦点内成的是一个放大的正立虚像，所以会成虚像的是在焦点内，也就是图上面所显示的呢丙跟丁的位置，焦点内。所以呢，第十七题问我们说可成虚像位置是哪一些，我们答案呢选的是猪丙丁。